白娘子为许仙中断修行之路，选择与他在人间相守一生，值得吗？人妖如何长相厮守啊？极深，请施主先在我金山寺小住一阵。人非四四九岁，无论他在世间何处，无论他是何模样，无论他还记不记得我，娘子，我都要找到他，因为我记得。娘子啊，你现下如何？度此一生。